那这边就是所谓的座舱，它上面可以放行李，那感觉有点像是在坐那一种公车的感觉。这边就用公共厕所。那这边有热水，所以如果你要带泡面的话，其实都是可以泡的。那个自动贩卖机。都是一些麻将啊、麻袋，满贯大亨，还有麻袋。甲板外面喝完吗？看一下。108右边。就是永生洗吗？对。啊，如果要出来的话是？啊啦。钥匙是？钥匙，我们都是从里面锁啊。你还要钥匙哦？要压300块服务台去。哦。要进港那广播，你再拿。要到服务台去换轨，它那个是免费接的哦，可以换成你的押金。钥匙换的。哦，谢谢。
所以回来就有房间可以睡，还好好睡一觉，然后休息一下。然后它这边有台灯，非常不老式触控式台灯，啊，电话、卫生纸，然后还有一些蚊子，烦死！我也抽烟哦，8万。浴室非常古色古香的浴室，看水压如何，所以待会洗个澡，没有毛巾也没有牙刷，需要自备。然后这就是台花轮的 VIP， 感谢熊爸的代买，然后电视。这里，这边，哦，是小五，感觉烧掉的感觉，算了，还是不要看吧，睡觉吧。还有电风扇呢，晚餐吃泡面。开张，哇，泡面，吃泡面，啊，你也是便当，你也是寿司，快走。它虽然是包厢，不过还是会晃，所以有自己的厕所的好处就是，你要吐的话，就是随时都可以到厕所吐，来这样子。虽然是住在这种房间，很大，然后又自己大，可是还是会晕啊，因为水一直飘啊。快到了，高雄看到灯光了。然后就是打电脑啊，睡觉啊，就这样子。